个人还没跳前五，毒蓝很多。每一次都在百怪孤单中想象，每一次就算是受伤也不会有泪光。我知道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，飞过雪湾。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歌声又多嘹亮。七个人，四个队。这边刚刚有枪声。这个草堆里面应该有很多伏地魔，我看不到。
我擦，你这里哪这么多老六啊？好多伏地魔啊！Find home。睡不能睡，看看不少，自救器，自救器有用吗？嗯，吃鸡，这波十八杀吃鸡送给大家，能十四杀，能吃鸡，能八杀，三个左边。今天没有带妹啊，今天是周五啊，周五要带水友上大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你想看什么环节，你就什么时候来看就行。但是周五是没有带妹环节的，但是有带仙女和仙男环节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
有点多吧。牛马军，完了完了，要死了，我没血了。你个老六，真的是糊了你了，你个老六。曾经不勇敢，你能不能别离开？更多爱需要送来，我应该释怀。窗外的天气像你心淡的不易，如果这是些许，我期望你是真的满意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上那电杆往光明，我听一决定要杀你，你就不要轻易放弃。唱的什么鬼啊，你这唱的啊，唱的什么鬼？爱就像浪漫许愿饼，你成盒在我脸上真精彩，你就是颗紫金。这个兄弟在和我唱小星星。我跟你唱的是何止金，不是小星星。
你守啥？守你咋的？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这波龙狮城落地，巴沙送给大家。索然无味。哎，龙狮城我现在是越打越厉害了，兄弟们，我感觉龙狮城已经没有人能阻挡我统一龙狮城的步伐，在这一把至少我就是龙狮城的城主。哎，这里有超空，我来啦，超袭空投。Hello， 要不要一起啊？你是小哥哥小姐姐，开麦。你是小哥哥小姐姐啊？你是姐姐还是咪咪啊？小心点哦，兄弟，这里人很多的。丢，你死掉了。这个憨批，小笨蛋，真的是个。阿仔，怎么找不到你爹了？憨批，啾，端，你再说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谁是憨逼？原来憨逼是我自己呀、
笑死我了。我就想知道他刚刚心理阴影面积是多少。这波完成十五杀，把十五杀右边的兄弟们抬向天台。溜了，这里没有车。我是他，我都尴尬的抠脚，真的是，我恨不得把我的脸塞到地下去，埋起来。觉得主播打得不错，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波关注啊！咱们在站外观看直播的小伙伴，微信进去的小伙伴也可以帮主播点波订阅哦。点关注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上高速。类似一方钢枪，我们就是撇友。这里有人，留在我的身边做我老婆啊，不好。今天阴天色窗外，生到十岁某年醒过来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晚安才来。我迎着天生到重要的状态，认真到奢侈是真你的归来。向左向右向前看，要拐几个弯才来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一下！救我！我要死了！我在里面。呼呼呼！呼一下！呼！
呼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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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一下我，呼一下我，呼一下，要死了。呼一下，呼一下，呼一下，丢个烟吧，丢个烟吧，丢个烟雾弹，丢个烟雾弹先。对对对，丢个烟雾弹。到小房间来，小房间，来小房间里。救啊，他不可能在外面的，直接救，他不可能在外面，你直接救我就好了。救一下我，我流血流得很快。救救我，救救我。短，救我救我救我，先救我先。我不想跟你们玩了。抬走。兄弟们，他愤怒了，他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他的枪声非常的生气。他已经很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枪声，他已经在那里乱开枪了。他内心是很愤怒的，他十分的愤怒。
还有一个满编好像。我没猜错，应该还剩一个满编队。因为刚刚那辆红色车上是满编吧，兄弟们。我操，什么鬼呀、啊！我他妈在车上丢个物资，怎么就掉下来了？现在这么恶心的吗？在车上不能丢物资啊，丢物资会掉下来。这是什么鬼啊？这是什么破游戏设置啊？哇，真醉啦！我真糊，真的糊。不是他丢物资怎么会丢着丢着把自己给丢出去呢？我没有办法理解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有这种游戏设置，这种游戏设定？剩下是个满编，兄弟们，我们就在这等他们过来。只要他们来攻打我，我80%的把我吃鸡。欢迎花哥。他们要是不来忙我的话，那我兄弟们我没办法。他们要是不来杀我的话，直冲过来，那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除非他们会满编队来 rush 我。这个屌圈，什么鬼圈啊这？他们怂的一逼，四打一都不敢打我，当小鬼。哇，好狗啊！他打我的车，狗的一逼。
他们一个满编队何必打得这么怂呢？直接贴我脸打不就好了吗？真的笨。怂的一逼，这对。没办法，能吃四杀不能吃鸡八杀。这对好怂啊，四打一这么怂。我是他们对面四个人的话，我早就拿平底锅冲上来了。他不敢打我，真服了。上大分了，上大分了！今天周五啊，今天周五没有带妹环节，来嘛来嘛，上大分，暖暖来嘛，小豆儿，直发哥，太胆小了，哪这么胆小啊？我是对面的话，对面，我是对面四个人的话，我早开车过来了，我直接开车，我顶他脸上来，拿平底锅敲都要把他敲死。灵敏度分享码，敬畏分享码，在微博老大闲，你们可以去微博。他们就三个人过来打我，然后还有一个 B 不知道，好像是在围墙。带周榜前十啊！雪糕玩吗？雪糕。愤怒真的是，来嘛，暖暖，小豆，雪糕，上线啊！他们有一个人在，他们有一个人在那个山上架枪，好像。感冒了，感冒了又感冒了又不影响你玩游戏，你又不能隔着网线传染给我。库龙你玩不玩？库龙。上大分，上大分。上线啊，暖暖。我这个号有没有加暖暖？应该有吧。雪糕不就是女生吗？你想跟女生玩？
雪糕，暖暖说你是个男孩子。他说你是个男孩子。你不反驳一下，雪糕？我睡着了，谁了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草莓蛋糕就是雪糕。七月冷冷是暖暖的姐姐。谢谢西西个西的办卡。景致是专业的医生，拥有国内顶尖腿毛植发技术。如果直播间有秃头的话，你们可以找我，我帮你们联系国内最顶尖的腿毛植发专家。景大大玩吗？景大大，要亮发，就直发。哎，有人，有人。死了！前面还有一堆。我有枪，我有枪，你们先别乱跑。他们在二楼，他跑了。走里面，走里面，你们谁没枪找我，我有枪。倒一个，前方有危险。还有哪有啊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这里有几个啊？一队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点方向。我杀了两个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队的。就
是一个队的，我看他们跳舞前面的。倒了，这里倒一个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你的声音还好啊，没有变声啊，刚刚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要咳嗽一声，然后才会那个。他死了。哎呦，丢晚了一点点。死完了，多喝热水，感冒了要喝热水，好的快一点。我就感冒，我刚才还喝那个椰子汁。椰子汁啊，椰子汁，椰子汁。我很喜欢喝那椰子。椰子，椰子汁，有点拗口。谁的小孩？这里有 UMP 四五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的普通话难道不标准吗？真的是。UMP45，UMP45。我要二级甲有吗？有没有多的二级甲？没有看到。你喜欢喝椰奶吗？椰奶不想喝，太腻了。这有鸡哥，这有个鸡哥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好了，妹妹，这有多的二级甲。我这里有物资，还有 UMP45，要不要？泽巴哥，雪糕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要不要药啊？你要不要？啊？怎么办？我给你个急救包。性感的人都是坐前排。这发哥，你手上是什么枪啊？探出来，我看一下。啊 ，P45。啊 ，P45。我还以为是 M4 呢，看一下，你把头伸出来我看一下，真不错，白色的，挺白的这个枪。缩回来！我去楼上了。
倒一个，倒两个，倒三个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摔死了，摔死了，死完了。这里有 M4， 还有三倍。你要玩吗，小豆？啊，豆豆，快来上大分了！我今天手感老猛了，真的是，不跟你开玩笑。谢谢老六，老六，老六，还有人，快快快到下面来，直接救，不要封烟，直接救，征服了，操了，他妈这么打我的脸呐、啊！别出去，别出去，别出去。别出去，到楼上去。死完了，死完了。牛掰呀！谢谢小豆，谢谢小豆的飞机，谢谢小豆，小豆大气，小豆人甜貌美大长腿，小豆大大大美美美，谢谢小豆的飞机 ，Thank you。有个鸡哥，外面有个鸡哥，要不我不杀人吧，我等你们打不过了我再出手吧，要不然你们都没有游戏体验。这有个六杯，怎么样？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你们觉得呢？啊，暖暖、雪糕、紫霸哥，我这还有个鸡哥呢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就不出手了，我等最后的时候我再出手。啊？估计我们到时候要全倒了，你再出手。那不会，我会控制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。现在你们在车上丢装备会不会直接掉下去啊？要不我打两个吧，然后你们三打二，可以吧？你玩吗，梁一？带你上大分。执法哥，那你那个小区不是出不去啊？这个街都出不去，都出不去啊？那能进不能出呗？进都进不了啊。啊，进也进不了。那你那多无聊啊！那你不憋死了？家里有的是事儿干。有人在那个楼上。
没事，过几天就好了。我他们要说的是在家里很闷，不出来透透气很闷的意思，什么玩意？你们想什么呢？对面二楼那个小房间，后面有个鸡哥，倒一个，我们左边那个反坡是不是有人啊？哦、oh ，他有人去舔空投了，楼上那个空投有人舔。看一下楼上楼下有没有一级头，整个头盔线。他们动车了。靠，他们就这样跑啦，怂的一批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去舔一下他们的，舔一下，我舔个二级头，主要是我想舔。他们会假装走，然后不会，到时候反杀过来。不会，我去找辆车，你们在假车库待着啊，或者是你们想跟我一起去吗？果然直发哥才是爱我的。靠，没车。真好，执法哥。么么哒。么么哒。走吧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没事，我开这个敞篷的，透透气。敞篷的嘞，开玩笑。现在敞篷车基本上都是很贵的，我们开这种贵的车。
有人。前方有危险。你们右边大船。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。哇，操了。他们就一个了，就这一个了，我擦嘞！下次我们先，下次打这种围墙，先进房子里，先来房子里面，外面太危险了。准备吧，下次先来房子里哦。围墙他们拉个枪线，我们就没了。嗯，我上把有八杀吗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你不是要跟女孩子玩吗？你为什么不跟女孩子讲话？我喜欢那种满个队都是女生那种。你可以把直发哥也是你的好，也是你的好姐妹。没事，下班了我走。说这话，暖暖的不是这个意思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这把跳哪呀？暖暖太安静了，雪糕也很安静，直发哥也是个安静的美男子。哎，可能跟我一样吧，我也比较安静。其实我还好，因为我熟悉以后我就不要画廊，这样我。说话有点不标准，挺标准的。难道不是吗？我觉得我的水友都很安静，都跟我一样。个个都是安静的美少女。有一对，有一对。啊！倒一个，倒一个。我以为我要死了都，这个逼下来就拿把手枪追着我打。还有三个哦。我这边打倒一个。OK， 能补吗？能补。把它补了，把它嘎了。啊，已经死了。那就还有两个，两个我给你们看一下他们在哪里，然后你们去打吧。在对面，在对面。听到没有？三层楼，这里有一个。
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二楼跟一楼都有，一楼跟二楼都有。你们可以敲楼呀。二楼的去三楼了，二楼的去房顶了，一楼的还在。你们可以三个一起冲。哦，他们都在三楼，那另外一个三楼也有人，小心哦！他们中间有房顶有一个，然后三楼有房顶上有一个。三层楼那个还在，这里有一个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你们看，你们谁指挥要一起冲还是怎么？救一下。救一下直发哥，我给你们架着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去骑龙去，我们去骑龙吧，我们去无龙骑，无骑龙。骑龙直接炸吧。Come on, come on, baby, come on, come on, baby, 快来找龙骑。找七龙，快快快进来，我要关门了。或者你们在三层楼也可以，他在那个房假车库，假车库他在装人机，知道吧？别乱跑，装的啊，雪糕，你别过去啊！啊？那是那个是装的哦。狗杂哎，你要吗？你要给你，要不要？那你把龙打了，把龙用了。怎么用？你我来吧。对呀，哎，你没有捡是吗？我那我丢给你。对呀。走吧，上龙吧，猪八哥。暖暖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，你们在下面等我。
可以拿枪的。拿不了，在龙上面搞不了。那两个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我讲，两个狗分仔，动也不动，在这，这里有一个，我们打后面那个。死完了！来来来，泽宝哥，我跟你一样。你们要药吗？可乐什么的。来来来，我给你奶。泽巴哥，你用这个祝福卷轴，祝福卷轴，这。我这里有物资，直接满上。你要去开阔的地方用，对对对，你在这用，对对对。走吧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。走你走你，有个鸡哥，你们谁要打？嗯，你走没呀？你刚刚说啥？没有，室友讲话。你室友声音跟你好像啊。没被收过，这个狮子也没有人开。很尴尬，我们去捡空投吧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有人有人，鸡哥。活人去哪了呀？这些
又有个机会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操！芝麻哥、杀鸡哥都淘汰完了。捡到个滑板。好。欢迎小心意，看这边有没有，我感觉这边可能会有人，这边靠海。有野没得？哇靠，什么鬼啊，为什么离谱。那我们去捡空投吧。他喵的，等现在找不到人，等一下一打架，他喵的全都是人，你看。嗯。死完了，真的是不打架，喵的半天没人，一打架贼多人。小心啊，我感觉等一下又来人了，警戒警戒，小心警告，小心警告。要不直接来个四打十三吧，剩下的十三个人我们四 v 十三，全都来攻打我们。这游戏搞一个什么，搞一个玩家自愿在暴露在地图上的装置多好啊，那种江湖追杀令一样，我直接在地图上显出来，然后别人都来杀我，是不是？感觉应该蛮不错的。那多帅呀，那地图上就我一个人在地图上冒红点点，然后一边冒红点点一边在移动，直接名牌。
直接把我自身暴露在地图之上。有人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后面也有。这他们好像是一个队的。嗯。我直接跳了。小心还有人哦，那两个开碰碰车的跑了好像。来了来了，死完了死完了，牛啊子凡哥。小心老六，小心老六，快上车。他这个雪板，他这个滑板，他有一个好垃圾的地方，就是他下车的时候他还要跳一下，是吧？贼恶心。他不能像下车一样直接跳下来，他还要跳一下。左边有人，是不是？左边是不是有龙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哎，看错了吗？刚才好像有亮亮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一个人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感觉，这个房子里有人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二楼，二楼，看见没有？好。狗东西把直霸哥堵了，死完了。直霸哥，我刚刚在打你后面那个楼梯口的人。啊，没事，我知道。感觉没进去，他们两个一起打的我。靠！不讲武德，直接给你连打带补了。没事。两个小姐姐没死就是。那不行，你们三个人都不能死。我在外面等你们。你为什么要在原地跳啊？你要一边跑一边跳啊？那原地跳跟个兔子一样。前方有危险。那个车是刷的还是？这蓝色的玛莎肯定不是刷的呀，有人的应该。可能是个六哥，也有可能是他们打完架了。
别下，雪糕。我怕死掉掉出去了。走。刷个锤子，蓝色玛莎怎么能刷出来？炮楼下有个人，炮楼，你们没看到吗？前方有危险！悄悄过去。哪个炮楼？是这，就是这，就是这。炮楼没人啊。我看到了。没有啊，那是个盒子，暖暖。你把盒子看成了人了吧？右边有车。前方有危险。他们是几个人啊？两个人吧，好像。死完了，死完了！别打车，把车留着。两个小笨蛋。回 M 城看一下，我感觉 M 城里面刚刚好像是有个人的。有人有人，房子里。Nice。你把箱子放出来呀。放箱子里丢了一个木蛋干什么？司机。我站你们后面，我是你们身后的男人。来来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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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开个火力全开，点关注，发送任意弹幕领取海量鱼丸，兄弟们。
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这把应该会的，没事。说这话，保暖有我在，放不开。哼，鬼，怎么可能？那上次暖暖跟小丢丢还有谁一起玩的时候，不也话很少吗？我好像半个月没玩了，我手都有点抖，大人就说。抖什么、啊、慌什么，真的是。那你这以后要是去，那你这以后要是去男方家里的话，那你不慌的一批啊。我现实中和那个网络不一样。啊，你现实中会射牛，网络就不会射牛了。对。信你个鬼。我真的，我可能地铁都会主动搭讪的那种。我不信。我真的搭讪了好几个，就女的那个女生都是我搭讪。你搭讪女生，搭讪男生啊？你搭讪女生干什么？你搭讪了男生。地铁排队。你搭讪了男生，你这个今年你爸妈都不会是吧？都不会催你了都。别人都是在网络上射牛，你是在现实生活中射牛。网络瑟瑟发抖，现实重拳出击。雪糕，你也是是吧？你也是现实射牛，然后网络瑟瑟发抖是吧？我这里有物资。你是？啊？哎，我好像捡了个啥，你把龙捡起来了。直发哥看来也是，直发哥也网络上比较害羞。走吧。怎么会呀？为什么会？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射牛的人？在网络中会瑟瑟发抖呢？那不可能。我只听说过网络重拳出击，现实瑟瑟发抖。赵青肯定天天被他的客户屌。你这个菜怎么做的？一点都味道都没有，一点都不好吃。你给我端上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到你家来消费的，你再给我搞的这东西，我怎么吃啊？来吃个饭吧。我们来吃个饭吧，吃个团圆饭。我最开始直播的时候，我是网络也瑟瑟发抖，现实我也瑟瑟发抖，然后再后来。后来我就稍微有点网络社牛了，稍微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就是有一点点网络社牛啊。我原来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都很瑟瑟发抖，我都不敢跟网络上的朋友讲话，我都很害羞的。
你笑什么？难道不像吗？我走吧，走啦走啦，我们走啦。你们休息了吗？雪糕还没，还在医院，就得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不对，鸡哥鸡哥，医院不是有排休吗？应该反正年后两天还在。大年初一大年初二也在啊？不在，就明天和后天。直发哥应该早休息了哈，28了应该。我这边休不休都一样。啊，对，忘了，你们那边不能都被封了，已经过几天就好了。那一段时间我们这边也有疫情，然后我们这小区也直接说封起来了，然后过一半个月就好了。就是过年给封起来就有点不能走亲戚。不好，这边上不上班也是我说的算。可以，奶丝他们为什么没人来这里拿狮子啊？龙狮城现在没人去了吗？还是这把都是鸡哥啊？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那个狮子有没有被拿？没有啊，那个狮子还有颜色，就是没有被拿。如果它是灰色，就是被拿掉了。嗯、有人啊，龙狮城有人。这里头还可以捡卡吗？可以啊，下去先捡张卡先。那好。有人的哇、哦！来来来，上龙，我们飞到那个上面去，可以打他们，来。我直接飞到那个中塔去了啊！哎，你们两个呢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龙尾巴，一跳下去就。啊、哦！我的，过头不过尾，太长了。他们四个人在上面，我擦的，早知道我就不上去了。我们跳这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们跳这，干嘛？黄标。
我擦的，给别人收的不快递送给别人，真的是血亏。我去找车。我有车啦，我有吉普车啦，有多的二头二姐标一下。走你！我靠！什么鬼呀？这什么鬼呀？这 bug， 你有没有觉得你抽了一个皮肤以后，你就想每个车都想搞一个皮肤？嗯，有点这种感觉。是吧？有一点的感觉啊。是。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说这别搞，因为他会忍不住的。有人，有人前面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给我点五六子弹，你们救，我去拉枪线去。你有没有药？给你个药包。你们可以掐雷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好的，谢谢。死完了。有 M 四。哪里？我有 M 四。在里面啊。还有妹控，走吧，他们也好穷啊。右边有摩托车，前方有危险。右边有摩托车，三轮，正前方，看到没有？找一个，他们停了哇！提前买好。我上楼死了。死完了，死完了。你们他妈的都没有帮吗？你们谁杀我谁都没有。哎，这个好像。
这一队就是我们刚刚那一队，我们报仇啦。这就是我们刚刚被我们把我们打死的那一队，我们报仇了。这里有个鸡哥，芝麻哥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多杀一点鸡哥，涨营地，涨 KD。龙被谁捡了？龙在谁那里？我捡了个花瓣。OK， 我们要坐龙还是坐车啊？坐车吧，这个冒烟了，我怕等一下不小心我们全都死翘翘了都。花瓣可以带人的吗？不可以。要不要要？你们要不要要？不可以的。要不要要？雪糕。要。芝麻哥，要不要要？嗯，有了。暖暖，你要吗？不要，我有。看一下哪里有停车，哪里停车哪里就有人。怎么感觉都掉人掉得好快呀，什么鬼。哎，我们 Porson 的车是不是没开呀？我们是骑龙的吧。我擦嘞，我不知道这有人。小心啊，我去拉枪线去。
你们那里容易吃雷吗？还剩一个，死完了！我擦嘞，我不知道这里有人，还好我他喵的没撞墙，撞墙我们就没了，慌的一批。谢此号已停用的办卡，秋名山老司机临危不惧。我这里有。走了吧。小心前面啊，前面我感觉会有人。哇，他喵追了，我丢东西为什么会跳车呢？你们会吗？你们丢东西然后会跳车吗？你们丢个东西会啊。对啊，我刚才丢了，然后他就跳了，刚才。哇，他为什么这样设定啊？我真是无语，蛮无语的。不是，丢那个狮子好像会，然后丢别的好像不会。啊啊，这样啊！我醉了，怎么这样子呢？前面有人。他们在那个上面，来谁？那个仓库还有，我去把车开出来先。走吧，我在外面，我在车这里等你们。他这个不符合规，不符合设定，我感觉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走啦，上车。在山上吗，芝麻哥？对，那边看见你。
很多很多，山上很多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先别拉到右边去，我怕等一下防区还有。你们可以在这下，下两个。